近日，微博上疯狂地流传着一张动态图，叫做千万别相信中分女生的脸型，引来网友纷纷转发和评论。在图中，一个留着中分发型的女孩对着镜头摆出了几个可爱的姿势，带有一些波浪卷的中分发型把脸型衬托得小巧可爱。可当这个女孩将自己的头发戴到耳朵上后，奇迹发生了，圆圆胖胖的脸让不少男性网友惊讶不已。随后又有网友将另一个动态图上传，并仿照起名为千万别相信斜刘海女生的脸型，图中是男女朋友相对而坐，男孩送给女孩一个发箍让她戴上看看效果，当女孩将发箍戴上之后立刻露出大脑门，男友立马呆若木鸡。网友纷纷表示太坑爹了，郁闷地说以前照片不能信，现在连视频也不信了。